我就是不服气，为什么你喜欢的人不是我？先别管我喜欢的人是谁，可毕竟仙凡有别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。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什么天道法则的道理，这些话大哥在我耳边说的我都听出茧了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没有牛怀祖，你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喜欢我？我就想听一句实话。会，但是我知道，我都懂。我既然没能在牛怀祖之前认识你，我认命了。王师哥，我还是觉得你笑起来比较帅。以前总听别人说，放手是一种幸福。现在看来，就是那样。你听清楚了，是我选择放弃你的，所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还有，你救我一命的恩情，我永记在心。如果你真的想还我的恩情，就别再跟钟大哥斗气了，跟我一起回去对付扶妖，好不好？他用那把降魔剑，不对，是绝情刀，一刀斩断了我的情丝。这口气不出，我绝不回去。其实钟大哥他也是为了您好，他只是想告诉你。他怎么样啊？他说什么，我都得听他的，就是因为他是大哥。他能那么轻轻松松不认我这个弟弟，代表我在他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。你想多了，他只是想告诉你。你别劝了，我心意已决，让他自己对付扶摇吧。王师哥。